米拉罕，我是维勒安王子，听得见吗？相当清楚，小公主。哇，小公主哎！麦特就在旁边，请帮我叫他过来。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佣兵小姐。你好，米拉。麦特，你不写信也不打电话，好像你都不在乎我一样。我来这里有事，请你帮忙。欧兰上校在你手里，我们需要他。 救他能入侵自治联盟高度加密的网络。我当然乐意帮忙，只要吉姆雷诺点头同意就行了。吉姆现在不在这里。哎呀，这样的话，我恐怕不能把欧兰上校交给你了。听着，米拉，我们需要欧兰才能救出吉姆，把他交出来就是了。欧兰，佣兵的名声就代表一切，我不能把手上的囚犯交给客户以外的任何人。 就算是你这样迷死人不偿命的忧郁小生也不行。抱歉，这挂电话太迷人了吧！我们可以毁掉他在这个小行星带的设施，这样保证能吸引他的注意力。我们必须瘫痪他的主要太空站，这会是场硬仗。我们得先建立自己的太空站。这场是要玩人类啊！忘记了。我们可以消灭他们，建立自己的太空站。 射了，射了！眼睛睁大，往目标移动，轻松愉快，锁定坐标。感应器找到米拉基地的位置了，我们最好快点行动。这个海波利昂，前面那群小子，轻松愉快，很好。短程传送也有助于帮你从战局脱身。确定，锁定坐标。 推进前进速，眼睛睁大，航道已输入。米拉派出很多战斗机在附近巡逻，数量多到我们的主炮应付不来。不过我们可以派出我们自己的战术战斗机，这样就是误波了。误波，这样就是误波了。确定，眼睛睁大，海伯利亚号，飞机各小队，瞄准重击，出现众多敌军。 左右两边的部队，我快死了，是这样玩的吗？往目标移动，那些防御塔射程相当远，威力也很大。幸好我们的远程武器大和炮比对方还要厉害，给那座防御塔来发大的。航道已输入，就这么做，眼睛睁大，轻松愉快。 哦不！眼睛睁大，这可以威胁吗？哎呦，真的！航道已输入，那是台修理机器人。如果抢到手的话，我就能立刻修复海伯利昂号和受损的战斗机。目标进入视野，确定。往目标移动，确定。锁定目标，眼睛睁大，就这么做。锁定坐标，确定。 下关，哎呀，这啥鬼？做得好，我们可以重建这个基地，来帮我们制造无人战斗机。它每组成一支战机编队，就会派出去攻击米拉的部队。维京是吧？我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吗？这里不吃那一套，维勒安。哦，不是，这是死因室。喂，那是磁力积累，被这玩意炸到可不得了。 积累会比之朝你冲来，所以很容易闪开，甚至用传送脱离积累路径也行。航道已输入，锁定坐标。金矿，我们可以在这里采集到更多的资源。金矿，取得那些金矿，我就能为海伯利亚号升级，让它更强更猛。更强更猛。探测器侦测到附近有密集的金矿处。 不过有磁力积累的保护，眼睛睁大，确定。马拉六随机的。哦哦哦！推进前进速，航道已输入。锁定坐标，航道已输入。推进前进速，就这么做。非常好，探测器显示。 这一区的金矿都收集完了，升级完毕，你想得到的地方我都可以强化，多找点金矿来。我想得到的地方都可以强化是吧？感应器侦测到附近有个凯尔莫瑞亚的据点。
他们的防御相当严密，而且他们还有一艘主力级的战舰，我们可以选择绕过他们就是了。他们说不定有什么有用的资源或装备。周栋，就这么做，锁定坐标，攻击目标。 敌人要过来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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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敌
好猛、喔！哎、欸，好猛、喔！这回真的把老子惹毛了。确定。What the fuck？ 眼睛睁大。回去可以回血吗？往目标移动。防盗引出入。就这么做。轻松愉快。推进器起坐。怎么那么猛啊？哎、欸，满血嘞、欸。是这样。通讯系统就是。轻松愉快。算了。先正常过关哦。就这么做，锁定坐标。不行，我等下还要再打一次。哦，麦特，我最讨厌跟你斗了。你们两个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过去？哦！回去太空站可以回血，真的假的 ？OK， 你还可以补血哦。我们今天大概打到12点哦，我这一关过了就休息了。锁定坐标，做得好，我们可以重建这个基地，来帮我们这。确定，就这么做。眼睛睁大。情况，我们可以在这里采集到更多的资源。取得那些金矿，我就能为海伯利亚号升级，让它更强更猛。探测器侦测到附近有密集的金矿库。不过有磁力积累的保护。锁定目标。感应器侦测到附近有个凯尔莫瑞亚的据点，而且防御相当严密。而且他们还有一艘主力级的战舰，我们可以选择绕过他们就是了。他们说不定有什么有用的资源或装备。就这么做，全部出动。眼睛睁大，防盗器。轻松愉快。往目标移动。确定。推进器起坐。锁定坐标，就这么做。推进器进入，防盗引出入，往目标移动。我刚才打的旁边有机器人，非常好。探测器显示，这一区的金矿都收集完了。快，眼睛睁大。推进器进入，升级完毕。您想得到的地方，我都可以强化。多找点金矿来，我会再帮这宝贝升级。就这么做。哦，麦特，我最讨厌跟你斗了。你们两个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过去？别火上加油。进入试验快。确定。锁定坐标。就这么做。眼睛睁大。就这么做。往目标移动。再打一次。推进器紧缩。锁定坐标。推进器紧缩，轻松愉快。航道引起目标，接收，后方攻击。航道已输入，往目标移动，锁定坐标。眼睛睁大，轻松愉快。推进请求救援。推进器紧缩，眼睛睁大。航道已输入，锁定坐标，就这么做。航道已输入，瞄准敌人。
是霍纳，轻松愉快，你被自然拦截了，锁定坐标，就这么做，推进器减速，眼睛睁大点，轻松愉快，确定，往目标移动，快速站到第一就位，全员就站的位置，准备交战，系统停止运作，我在处理了，目标定目标，航道已出入，飞机请求就这么做，确定，眼睛睁大，锁定目标，目标移动，目标移动，目标集中火力，锁定，航道已出入，就这么做，确定，往目标移动，眼睛睁大。收到，海博士长号，飞行器已出动了。锁定，确认目标进入视野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眼睛睁大。怎么去呗？对方配有电子立场生成装置，这玩意儿能使敌人的船舰系统超载，暂时无法行动。那就把它装起来吧，技术长。早就装好了，小子。我的专业可不是盖的。小子，嫂子。眼睛睁大，站到第一就位，瞄准敌人，确认目标进入视野。就这么做。航道已出入。锁定目标，确定。那座星际港正在建造更多的战斗机来对付我们，那我们得快点解决它才行啊！飞行器减速，航道已出入，确定。眼睛睁大，就这么做。锁定坐标，突击队准备撞外敌人，集中火力，航道已出入。干得漂亮，继续推进吧。麦特，你真的是很没礼貌，全自动作战基地是很贵的。确定，眼睛睁大，就这么做，确定，就这么做，航道已输入，推进器进入，锁定目标，航道已输入，锁定坐标，往目标移动，请求支援，锁定坐标，眼睛睁大，附近的情况应该就这些了。推进器减速，就这么做。确定，轻松愉快。航道已出入，眼睛睁大，锁定坐标，往目标移动。航道已出入，推进器减速，锁定坐标，往目标移动。眼睛睁大，确定，轻松愉快，就这么做。海伯利扬号又变得更厉害了，晚点再接我们的专业。哪方面变强啊？攻击变高的。瞄准敌人，飞机前进，确认目标进入视野，锁定目标，往目标移动，轻松愉快，眼睛睁大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，飞行器减速，眼睛睁大，性功能增强是怎样？锁定坐标，让米拉韩更快乐吗？不要，你们上厕所用卫生纸啊？上厕所用卫生纸？你拿这个去用吧。
作。往目标移动，锁定目标，继续前进，我们快要赢了。这个成就其实我不用捡，没关系的。那个成就是把所有的金矿都收集完。航道已输入，确定，锁定目标，航道员目标进入视野，接通，往目标移动，就这么做，确定，轻松愉快，别紧张啊，往目标移动，推进前进。麦特，你把我的金矿全部偷光了。轻松愉快，航道已输入。这是我的小飞机哦，什么事？原来是自己人啊！通信，等待确认。锁定目标，往目标移动。目标进入视野，航道线众多敌军，截击目标。别紧张的，就这么做。推进前进。好了，已经无法再升级了。我觉得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。极限。麦特，别以为我会轻易放过你。你什么时候轻易放过我了？我以为你喜欢来硬的嘛。他们刚刚是在讲干话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靠，他这个机器也太快了。剩这里了，锁定目标，确定，别紧张，你就投降吧，麦克，我会好好对你的，我保证。我怕的就是这个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忘记是不是要打王了？我有点忘了。这是你自找的，米拉。我本来想绅士一点的。确认并锁定敌方目标。推进前进，别紧张的，立即请求支援，展开行动，瞄准目标进入视野，锁定目标，嘣。够了，快停手，你赢了，麦特，你又一次蹂躏了我的基地，偷走了我的心，偷走了我的心，到底是怎样？怪怪的，拜托，我们可以不要废话。赶快带欧兰上校离开吗？我现在就派艘船把那个声名狼藉的家伙送过去。你们这些人都疯了，我为什么要帮助你们？不然也可以帮你送回米拉汗那里。快点告诉我要做什么。靠北啊，麦特，都是因为你的关系害我现在必须重建米拉掠夺者，不过我们会再见面的，希望不会太快。我还以为自治联盟的政治斗争已经够凶狠的了，